各位法师，各位同修，大德们，大家好。阿弥陀佛。我对澳洲呢并不是很熟悉，也蛮陌生的。不过我去年来了一次，对澳洲呢非常有兴趣。我看着，我感觉呢，这边呢好像我们台湾来的同胞不少，可以说中国人不少。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地方，我就认为好像应该有一个道场，大家修行。大家有地方修行，大家共同一堂，共济一堂，每天都自自在在的。那么师父呢，也就可以常常来为大家讲点开示啊，大家心里头会感觉很开朗，活得很有意义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年真正正式的由澳洲一群的那个同修啊，在发心呢，那么我们就买了个新的道场。不过现在还没有启用，现在我们正在把它改装，再改修一下。那么师父呢，也很高兴。师父讲他，我们这个师父是讲经的法师，但他谁都知道，佛门里都晓得，他是个穷法师，没有多少钱的。那么他把他仅有的20万美金拿出来了，捐给道场，希望道场再能扩大一点，宽广一点，能更容纳很多人。多容纳一些人呢，来学佛，这是他最高兴的一件事情。希望今后大家能够好好用功，好好学佛，就很高兴了。就是这样子，说师父呢，他也认为好像他这次事情做的很有意义，所以他也很高兴，我就更高兴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光阴过得很快，我们这一次的讲座今天就圆满了。认识佛教这个课题，也是简单的为诸位介绍出来。那么我们利用最后这一个半小时，将前面所说的有一些重要的意思没能说得出来的做一个补充说明。那么今天晚上还有一些同修发心受三皈五戒，那么也在这个地方举行简单隆重的仪式。三皈五戒的意义，我们有一个录音带，也有一个小册子，提供诸位做参考。明天我们在黄金海岸有一场讲演，那么同学们呢，希望我利用这个时间把三皈依做一个详细的解释。佛法我们把它做了一个总结，佛法是佛陀对于一切众生最殊胜、最究竟、最圆满的教育。佛法教学的目的是开启我们自信本具的智慧本能。佛在《大乘经》上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。
换一句话说，我们自信里头本来具有的智慧、德行、才艺、能力，乃至于福报等一切祝福，没有两样，无二无别。如果我们要想知道佛的物质生活环境，我们在《无量寿经》在《观无量寿经》里面看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在《华严经》上看到毗卢遮那佛的生活状况，他们身体自摸真金色身，金刚不坏之体，永远不老不病，没有生死，居住的环境经上跟我们说得很清楚，宫殿楼阁是七宝造成的，西方极乐世界的大地琉璃为地，琉璃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翡翠，绿色的玉，透明的，道路是黄金铺的，我们看的是黄金铺的道路，这是富贵呀。我们这个世间人不能比呀。经上说了，天上的天王，大梵天王的福报也比不上西方极乐世界的普通老百姓的。那么佛在经上说这些话，是不是诱惑我们的？这个佛的生活环境这么美好，佛说的是真实话，绝对没有诱惑欺骗，没有这些话。你看无界里面不妄语，佛怎么可以打妄语呢？那为什么说他这个事实是如此？所以《金刚经》上讲啊，如来是真语者，真就是不假了，不虚啊。实语者是老老实实，如语者如语，事实是怎么样，就照这个事实说就是，不必加一点，也不必减一点。完全根据事实真相来说明，这叫如语，不狂语，也就是不妄语，不异语，跟一切诸佛所说没有两样，佛佛道道，大家所见到都一样，讲法也一样。《金刚经》上说佛这五种语是以如语为主，就是事实是怎样你就照事实说，所以诸佛菩萨跟我们说的一切法，可以说都是宇宙人生的真相。我们今天这样的生活环境，美满殊胜的生活环境没有了，失掉了。佛告诉我，这个失不是真的失掉了，迷失了。你迷了自信，自信的智慧德能不能现起。佛法的教学没有别的，叫我们觉悟，
叫我们破迷，破迷开悟，我们自性里面无量无边的德能自然就现前了。所现的境界就是华严跟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个模样啊，差不多啊，是没有两样啊。这个是佛法教学的目的啊，可以说是无比的殊胜。佛、菩萨、罗汉这些名词，前面跟诸位报告过了，是佛教育里面学位的名称。我们真正觉悟了，那就拿到第一个学位了，正觉就称之为阿罗汉。再进一步，能够达到正等正觉，就称之为菩萨。菩萨的学位比阿罗汉要高。到觉悟达到究竟圆满了，我们就叫他做成佛了。所以佛是无上正等正觉。可见得佛、菩萨、罗汉是佛门学位的名称。就像现在学校里念书，博士、硕士、学士这些名称。因此佛法是个平等法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。这个是释迦牟尼佛在华严圆觉经中所说的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啊。本来是佛，现在又想做佛，哪有不成功的道理？这的确给我们从修行正果上建立了充分的信心。我们修学有理论的依据，这个理论非常踏实，决定不是虚妄的，不是虚构的。那要怎样恢复我们的自信？这个一定要讲到修行的，我们迷了吗？迷就是错误啊！我们对于整个宇宙人生想错了，看错了。现代虽然有不少的科学家，现在称之为理论的物理学家，对于大宇宙、小宇宙，大宇宙是太空啊，小宇宙是粒子啊，今天讲到量子啊，这是物质最小的。他们为我们有许许多多的说明，我们听了感觉到非常惊异呀，是不是真相呢？可以说是真相，部分的真相，不是究竟圆满的真相。究竟圆满的真相，这些科学家、哲学家有没有办法了解？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不可能。如果世间人有能力
认清楚宇宙人生的真相，佛就不必出世了。佛出现的时间没有意义了，这个问题你们都可以解决嘛。佛出现在世间，就你们想要解决问题，没有办法解决，他不能不帮助你解决。为什么说这个世间所有一切学说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？基本上讲方法错误了。世间人所用的，在我们佛法讲是知变聪，世间的聪明智慧，这个聪明智慧的发源是从意识心里头来的，意识的特质是分别，是研究，我们用思考，用思维去研究，是用这样得来的，今天再加上许许多多进步的科学仪器，来观察，用这样的方法。二佛告诉我们，这个方法不能解决问题。佛门里面如果讲到纯粹的哲学，纯学术佛法有，不是没有。法相宗所讲的就是的，法相宗能不能解释的圆满呢？不难。为什么呢？用思考，思考是分别，是意识，意识能够解释的是有范围的。实际上宇宙人生的真相不能用分别心的，就是思考的这种方式去理解，去探讨，佛告诉我们要用什么方法呢？要用清净心，要用禅定的功夫，禅定到一定的深度，像楞严经上所说的净即光通达，进到一定的程度，这个心地放光，才能够照见宇宙人生，叫照见。那个时候你见到的就是事实真相。所以今天科学家用的方法跟我们法相宗法相学者用的方法一样，所以充其量呢，在我们法相里面讲，它只能解释阿赖耶识以内的这个范围心，为识所变，它能够解释到这个。可是更深一层的为心所现，它没办法了，它达不到了。所以这个意识心呢，我们天天想思想啊，这个能力很大了，里面可以想到阿赖耶识，外面可以想到虚空法界，可见的第六意识它的作用的确是非常广大，但是就是圆不到真如本性，讲到真如本性它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。如果不明心见性呢，你就不能解决问题，所以科学家一个发现，现在觉得很惊奇，过个几十年之后又有一个又有新的发现，把这个定律就推翻掉了，现在许多科学家知道，这是科技不断的进步，不敢讲他这个定律是真理，他这个定律是永恒的，谁也不敢讲这句话。我们学佛的人懂得他在方法上用错了，如果这些科学家们他们都肯修禅定，那就了不起了，定才能生智慧，智慧才能够照见世出世间一切法的
定向。所以修行就很重要了，修正我们错误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，这叫修行啊。修行的原理前面说过，戒定慧啊，戒是守法守规矩啊，定是清净心啊，清净心起作用就生智慧啊，那是真的智慧，不是世间的聪明啊，这个世间人聪明，他烦恼没有断啊，是非人我贪嗔痴慢没断啊，可能比一般人呢看得淡来得不啊，但是他并没有断掉啊，所以这个在佛法不承认他是正觉啊，虽然他觉不算正觉啊，正觉一定要断见思烦恼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在修行纲领上是绝真经。学佛最初入门接受三规戒，三规戒是自己发心的，我要学佛，我要接受佛陀的教学。你发这个心了，你找到僧团，找到出家人啊，这个出家的老师把佛法修学的总纲领目标方向传授给你，这个叫做传授三规啊，把这个东西传授给你，你晓得将来这个路怎么走法，往哪里走啊，叫皈依三宝啊，三宝是佛法僧啊。可是这个名词很容易产生误会，一听说佛就想到佛像啊，听说法就想到经典了啊，听说僧呢就想到出家人了。这三样东西给诸位说靠不住，这个佛像一把火就烧掉了啊！出家人自己没有修行，自身难保，你怎么能依靠他，哪能靠得住呢？所以要懂得真正的三宝是什么啊？这个佛像、经书、出家人，这形式的三宝啊，三宝这个样子，它有实质实质的三宝是在你自己心里面，所以佛教给我们皈依三宝是皈依自信三宝啊，我们自信有觉啊，皈依自信觉啊。那你要说我现在不觉了，我迷了，虽然自信有觉，可是自信觉在哪里呢？你要明白这个道理，你怎么迷的啊？我眼见色，为什么会迷呢？因为你分别执着，你就迷了。假如你离开分别执着，我问你，眼前摆的这个，你看见没有？你不能说没见呐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里面没有分别、没有执着，那就是觉。一有分别、一有执着，就迷了。你要细细去想一想，这桩事，我们眼前摆在这什么花？
什么颜色？红色、黄色的、绿色的弥勒。你说弥勒哪里啊？它本来没有名字，本来没有颜色，颜色怎么来的？现在科学家知道了，是光啊，这是不同的度数反射出来的。本来哪有颜色呢？本来没有名字。相是假相，名是人给他起的名字，假名。我们懂得名可名非常名啊，假名假相。所以离开一切名与相啊，你所看到的真相我们是迷在这个假名假相的这些形象色相名相里面，迷在这个里头了，要把这个给拿掉，确确实实不执着。你要这样训练自己，这就叫皈依佛皈依觉啊！人家问你这什么，那这花了你怎么说花呢？因为你们叫它做花，我也叫做花。你们说它这是叶子，我也叫它是叶子。我是随顺你们的执着而说的，我自己呢不执着。这就诸佛菩萨了。所以他的心清净啊，一尘不染啊。跟众生相处，你叫什么名字我就叫什么名字，你怎么执着我也跟你说，恒顺众生，和光同尘，可是自己干干净净丝毫不染着，这叫做皈依觉啊。所以你皈依之后啊，以后是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，你要会用这样的心，你就觉悟了，你就不再迷了。你的心永远是清净的，永远是平等的，而且能够帮助一切众生，这叫皈依佛。皈依佛，法是正知正见，正确的思想，正确的见解，这一层难的。真正觉悟之后，那个思想见解才是正确啊！我们现在达不到啊，达不到怎么办？先采取释迦牟尼佛的佛在经典上所讲的，他的想法看法的时候，那是正确的我们先呢依靠他，但是依靠他是一个短时间的。是一个阶段的，佛不会叫我们永久依靠他，没有这个道理。你刚刚出学嘛，好像学生在学校依靠老师嘛，学业完成了，你独立了，你要出去的像父母养育儿女，他很小，那必须你要照顾他，他要依赖你他慢慢长大成人的时候，他不会再依赖你了。一辈子依赖你，那这个小孩没出息啊！佛教导我们呢，也是如此。在你没有大彻大悟之前，依靠老师，依靠这个老师是释迦牟尼佛啊。今天我在这里传授三规，你不能依靠我。依靠我你就错了，大错特错了。依靠释迦牟尼佛，依靠阿弥陀佛，那佛在哪里呢？经典就是的，无量寿经，释迦牟尼佛跟我们讲的，四十八愿阿弥陀佛给我们讲的我们依靠经典里面的教训，就是依靠佛啊，佛亲自来指导我们呢，那哪里还会有错呢？佛教给我们要做的，我们认真去做，
佛教给我们不可以做的，我们决定不做。啊，这个才是佛的学生，佛的好弟子啊！啊，一切以这个为我们生活、工作、处事、待人接物的依据。啊，这个叫皈依法。皈僧，僧代表清净的意思，代表和睦的意思。前面跟诸位讲过六合敬，僧代表这个。一看到出家人，你不要想他，哎呀，这个出家人呢是个高僧呐，这个出家人是个破戒呀。他高僧也好，破戒也好，与你没有关系啊。与你什么关系呢？啊，可是与我们有一个关系，提醒自己，我有没有遵守六合敬？我有没有修清净心？啊，僧代表的是六根清净，一尘不染。见到这个相啊，就要想到自己心清不清净啊，身是清净和净的意思，这叫真正皈依了。那么住持三宝，它就起作用了。我们迷得太久了，无量界迷到今天了，老毛病、老习气常常犯了。啊，这你也守了三规，给你讲清楚了，出了门就忘掉了，那有什么用处呢？所以你家里呀，供养三宝，你供佛像，看到佛提醒了，我要觉。啊，什么觉呢？我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，我不分别不执着。啊，不起心不动念是定，不分别不执着是觉。那个定慧是这样修法的，不是一天到晚盘腿面壁，那个定没用处的。啊，真正的定啊，是在生活当中，啊，是在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里面修定，啊，不起心不动念就是禅定啊，不分别不执着是慧呀，高度的智慧呀，啊，你看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你是见性见色性啊，闻性闻身性啊。那个明心见性的人，他跟我们什么地方不一样？就是这里不一样。我们呢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人家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不分别不执着，不起心不动念啊。他见到的是真相，我们见到的是妄想。他用的是不生不灭的真心，我们用的是生灭的妄心，不一样的地方在此地。你要学会了，你也可以做佛，也可以做菩萨。你要明白这个道理，要懂得这个诀窍，知道自己怎么个修法。那么这个就是在三规的时候把你讲清楚讲明白了啊，这真正传授给你了。那么也有人说这个密宗啊，上师传授还灌顶啊，那我们没有灌顶的比人家差一等啊。那个灌了顶的是不是真的灵了呢？
我在美国问了不少同学，他们非常热心，开车开十几个小时，找一个仁波切那里去关了顶，头上洒了几滴水了。回来之后我问他，你是不是开智慧了？你的烦恼是不是少了？摇摇头，没有啊，还好，还讲老实话。我说如果说头上给你洒几滴水就是灌顶了，你去洗澡那个雨淋冲的个大灌顶了。不懂得这个方法，不懂得意义，完全做的是形式，你说多可惜。我们今天皈依受戒都是形式啊，没给你讲清楚。观是慈悲加持的意思，观是比喻，慈悲加持。顶是最殊胜的佛法，顶法了，没有比这个再高的了。把最顶的佛法传授给你，教导给你，这个叫做观顶。你们看看黄念祖居士注解的《无量寿经》，那个里面受灌顶法，他的注解里面就讲得很清楚。黄老居士他自己本人是密宗的上师，不骗人的，不问人要钱的。美国灌一个顶要50块呀。皈依也要收好收钱的。我到迈阿密讲经，这个同学们要我传授皈依，先问我法师，你皈依的价码多少？你是有什么法子啊？现在这些年轻人的受过高等教育，拿到硕士博士，还挺骗的。信假不信真，听劝听骗不听劝，现在是这么个事情啊，很令人感叹啊。那么我们今天修学净宗法门，我们晓得无量寿经在一切经里面第一了，真正是定法了。把无量寿经弥陀经传授给你，这是大观顶。你把这个经文念一遍，十方一切诸佛给你观顶一次，你念两遍，一天给你观两次，十方一切诸佛如来给你观顶，你都不晓得，还要找一个什么迷惑颠倒的人来替你点几滴水呀，就叫观顶。你说你可怜不可怜啊？所以一定要懂得修学的方法，一定要在基础上扎根啊！这个基础是三福啊：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啊！这是根本的修行。从哪里修行？从真理修起啊！如果你觉得这个我做不到，那就是没善根，没福德啊！佛法这一生当中，你就没有希望啊！你在佛门里无论修学什么，只得一点佛学的常识皮毛，佛法真正的利益受用，你决定得不到，你没有去真做啊！一定要认真去做。要把它做到，那才行啊！所以这非常非常重要啊！从三福下手，处世待人要一律合敬
这边是我们今天移民在此地啊，这个地方也是有许许多多地区国家的人移民到这边来，形成一种多文化的一个社会啊。每一个国家地区的人到这边来，他们过去的文化背景、历史背景、意识形态、宗教信仰、生活方式都不一样，我们如何能够融洽的相处啊，彼此互相尊敬，彼此互相帮助，这个很重要啊。这些都在六合敬里面啊，近和同结，戒和同修啊，身和同住，口和无争，意和同业，利和同君，都在这里面。所以我们学了马上就有用处，就管用啊。不但自己的生活能够过得很幸福很美满，能够让这个社会、这个地区、这个国家达到和平、安定、繁荣啊，兴旺啊。对，我们学佛是学这些东西的啊。那么这些道理、方法、境界，依据佛的经典，我们要深入的研究探讨啊，要讲解啊，理明白了，方法懂得了，知道如何应用在生活上，应用在工作上，应用在处事待人接物上。佛法是生活，佛法不是轻谈，不是玄学啊，不是一种学了以后没有用的东西。佛法不但为我们现前带来幸福，而且佛法更能够使我们得到永恒的幸福。世间教育讲一世的，佛法教育讲三世的啊，他讲过去，讲未来啊，所以这个是三世的教育，最圆满的教育啊，我们必须要把它认识清楚啊，然后最后我们归心净土啊。为什么要归心净土？这个里头很深的道理。归心净土是一切诸佛劝导我们的啊，这个不是说修净土的人劝你们，不是啊，十方一切诸佛劝勉你们念阿弥陀经，阿弥陀经六方佛的赞叹，你们读过啊，没有一尊佛不赞叹净土啊！无量寿经上，释迦牟尼佛赞叹的更明显，啊，赞叹阿弥陀佛，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，那赞叹到顶住了。啊，我们想皈依一尊佛，那佛中之王最好了。啊，所以释迦牟尼佛没有说你皈依我，他劝我们皈依阿弥陀佛。啊，因为阿弥陀佛是佛中之王啊。我们再看看自古以来啊，从华严经上看到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都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，极乐世界要不殊胜，文殊普贤是
华藏世界的等觉菩萨，何必要求生？他为什么理由求生呢？这值得我们思考的。西方要不是特别殊胜，不可能往生极乐世界。那么这些事情细说都在无量寿经上，无量寿经的录音带，这个经过去我讲过很多遍，现在新加坡的同学将我们这个第二次在图书馆宣讲的，讲的比较详细，一共讲了107次。那么这一套录音带做成了光碟，CD 片做成光碟，这一次好像带了好几套过来了。这有一个同学发心做了1000套。光碟保存的时间久，音质不会变，他们告诉我可以保存200年，音质不会变。那么我们用这个光碟来拷贝做这个录音带流通这效果就非常之好。那么为什么我们修净土？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？为什么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？诸位把这一套无量寿经仔细听几遍，你就明了了。你也就懂得怎么个修，怎么个学法了。那么这是最后讲到归心净土。如果我们不想再花多余的时间精力去穷究宇宙人生的真相，到此就可以了，就相当圆满了。为什么呢？将来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到了那边之后，我们的智慧、德能、一切的享受，跟阿弥陀佛平等。西方世界是平等的世界，那么宇宙人生真相究竟怎样啊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不要一个星期，你全都明白了。这是事实，何必在这个地方天天用脑筋呢？怎么钻也钻不出来。这是捷径，成佛的捷径。这个一般人讲成佛之道，成佛的道路啊，净宗是成佛的捷径。那个道路很远很远，遥远的很，这是一条净路，保证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决定能成就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法门呢的确是殊胜无比，诸佛赞叹，菩萨赞叹，历代的祖师大德们没有一个不赞叹的。我们在一生当中能够遇到，很难得了。开经记上说百千万劫难遭遇，这个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彭基清居士所说的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天呢，我们把这一天遇到了。遇到了，要是当年错过，你说这多么可惜！无量劫稀有难逢，你逢到了，就要把它抓住，决定不能放过，认真的学习，认真的修行。
那么这次的讲演，我想就到此地，我们到一个段落啊。以后我们的时间还很长啊，道场建立建立之后，我们希望能有长时间跟诸位同修在一起共同学习。那么下面呢，有半个小时的时间，我们跟诸位做一个皈依的仪式啊，这个三皈五戒的仪式。因为场地小，我们的仪式简单隆重，不重在形式，总重在实质。实质是我们真的发心啊，不是有口无心啊。这个皈依一个法师，挂个名好听的，是个佛教徒，那就错了啊。刚才讲了皈依三宝啊，不是皈依我净空法师。你们如果要是有这么一个观念，哎呀，我皈依净空法师，我是净空法师的学生呢，你们将来都会堕地狱啊！我跟你讲是真话，哎，这个厉害要晓得，将来你们堕地狱的时候，我不负责任。啊，为什么你会堕地狱呢？你破坏僧团，这个忤逆罪里头破活合僧。啊，我们加入这个团体，我举一个例子，你就明了了。啊，现在的社会，民主社会，政党政治，你想加入这个党，啊，成为这个党员。那么入党的时候有手术也有仪式，你要去宣誓。宣誓的时候，上级党部一定派一个资深的党员来见誓。那么你就莫名其妙，哎，我就归了他，入了他的党了，那这还得了吗？这就他错了。这一点必须要认识清楚，我是整个僧团一个代表人啊，所以你皈依的是佛法僧三宝，而不是皈依我这个人啊。这样的开示，古来祖师大德都讲得清楚。你看，你印光大师在这个上海习斋法会最后一天受三皈依，后头都讲得很清楚啊，不是皈依我印光法师一个人啊，你是皈依这个僧团。可是那后头这一段文呢，现在和印的这个东西啊，都把它删掉了，不知道什么人干的这个事情啊。所以现在一般人误会说他是皈依某一个法师，这个错了。一个法师是一个党啊，彼此互相对立了，整个僧团就破坏掉了啊。所以这个你不皈依啊，你还不会堕地狱啊，一皈依就堕地狱了啊，将来阎罗王判你到地狱，我没有造罪啊，把你的皈依证书拿来的时候，这是证据，是证据啊，是罪状啊。所以我这个皈依证呢，我这个后面署名的是三皈证明阿舍利，我是给你作证的啊，你是皈依三宝的，不是皈依我的。要搞清楚啊，他之毫厘，失之千里啊。今天佛法之衰啊，就错在这里啊。每个人搞自己的党派啊，不知道啊，净虚空变法界，佛法是一家了。我们要尊敬别人，人家不尊敬我们是他的事情啊，我们要尊敬他。我们要全心全力帮助他，他不帮助我们那是他的事情，这个我们不要管，尽到自己
本分应尽的责任就对了。啊，我们的目标在西方极乐世界，啊，我们一定要见佛，要跟佛同心同愿、同德同行，啊，这是你真正的三归了。啊，那么世间人如果没有一个真正踏实的依靠，好像你这个皈依太空洞了吧？啊，这个自信缺真经，我怎么救也救不来呀，啊？我们一定啊，要找一个形象的，好像有依靠，啊，心里比较安一点。啊，你们既然有这个想法，我就给你介绍。啊，满你的愿，啊，我们皈依佛，皈依阿弥陀佛，我们做弥陀弟子。啊，人家以后说你皈依了，你皈依哪一位啊？我皈依阿弥陀佛。啊，可不能说我皈依净空法师，那就搞错了，是吧？你皈依阿弥陀佛，谁给你做证明的？净空法师给我做证明的，这行，我给你做证明的，皈依阿弥陀佛。啊，法宝，我皈依无量寿经。啊，僧宝，我皈依观世音菩萨，皈依大势至菩萨。这两位是僧宝。这三宝具足，我真有依靠了。好，现在我们举行仪式。